现在很危险，都要警告你，怎么不知道？拜托别再多给我刺激，我忘了自己，连呼吸都快暂停。当你向我越走越靠近，下楼有些好奇怪，难道你也觉得怪异？看到面前一片黑，尤其你看着我各种表情，你的呼吸声音慢慢清晰，要我加点继续拜托哥。如果想一条的视线，大概要再放电。